Play along with me. Boogie woogie, 8 to the bar. 1, 2, 3, 4. But the boogie woogie make his fingers move too fast. Yeah.脑海里有点爆炸了呀！有音乐吗？你走过来就能听，并且已经推进去了。他有烟雾弹啊，你得先走。我恐惧，我恐惧。走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你手里没眼是吧？那算了，那我不必了吧。别着急，走。但是我可以放夹子进去。不能再一直推线了，阿卡丽这会儿的话他回血能力很强的。但是如果你却不推的话是已经杀的。我这不主要推不动你知道吗，就个能直接飙死。 Nice 兄弟，你不会以为我不想推线吧？啊！我操！完了，我炸了，兄弟，我摊了个炮车，把自己摊，然后炮车没补到，然后我现在还很难受。你是个卵蛋吗？这倒霉，这倒霉的吸血盾，再干！没事，他们杀不了我，但是我也刚没法回头，牛逼！牛逼牛逼！哎，他没打我，要不让我来？来，我来不了，兄弟，我来不了，这是个偷妹，我操！哎 ，nice， 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毙了。杀他！五级，走了。刀妹没大吗？哎，你哪有针眼？我估计他快六了。你别杀 ，nice。我们杀戮炸了！我在秀什么东西？他打这英雄打不过新英雄很正常。倒霉要死一个。哎我靠，我发现我一号键，我的二，就是我的二号键好像跟其他键盘上所有键都连键了。我喝个水晶怎么把天马特给摁了？我操，老子他妈的差点出大事， Q 出出来一个宝石，能帮我吗？这是哦，我在干，这波我在干，没事，我给免疫了，秒他，阿卡丽没技能了，阿卡丽烟雾弹还没好 ，nice， 哎，你咬一口爆车，你不补也不给我补，我他妈的以为你能吃呀，那我他妈的不是已经要 A 了吗？哈哈。这他妈为啥能把我晕住啊？我去管刀妹了。我觉得他们来抓我了，我死了。我先走了，应该死不掉吧？应该死不掉。死不掉，死不掉吧。我在干，我在干。走走走，慢慢慢慢慢。拜拜。这边跟你说拜拜。
这俩人打架就感觉在玩血月杀，我操，互相出了三个普攻，俩人一起死了。这真的小法师这样杀人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个脑残英雄？就是万一就 Q 中他就死了。哇，我觉得这波一下对面心态就爆炸了呀！你知道我这波干了死啊，啥？新人军秒了 ADC， 然后呢？等待你的发言，给你吹自己的机会，兄弟，也不是吹自己，讲出你的所作所为。没必要，没必要。我操！没必要的，这是重操作。妈，怎么感觉你这波装的更厉害了？打不他了，有太多小兵了。他妈的，最后他 Q 好了，我早一点动他，他死了。完了呀，兄弟，好像不容乐观了这一波。一直在拿大人头，我操！我怎么这下点炮车就 A 不出去啊？别急别急，我快到了。可以走吧。没净化，没水银，但是我没大，而且我冲不上去，快走，兄弟，你快走，你快走。等队友。拿到了，中！你他妈，你他妈还挺贱，还啊！狼堡永远的神，客气，捡了捡人头罢了。nice 呀，帮他省了一下技能。别急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我39秒大，那个小鹿有睡眠的，哎，还有闪。不该急的呀，因为咱追下去，我有大的。没有我。我把他秒秒的，我必死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其实就慢慢打就好了。嗯、沙漠玫瑰护膝不行，不用急，真不用急。新生护膝不行，他真不行。可以秒他们。现在硬伤害有点不够，咱别急着开龙。对面还真有特等接的，现在开吧，现在开吧。这个没双。后期秒表是真的牛逼，我操！
妈对面所有人都在打我，我开个表他们一下难顶啊。哇，要说到奥巴马其实操作是真不赖，就是他太想操作了。拿下，拿下！不要下播，不要下播。退潮。